好，看一下二十万起。右面好像上当了。右面这个结果，这结果主要是这个，如果没有白棋这个大飞挂和这个小尖的话，应该白棋好。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，应该是白棋不错的。如果这俩交换，好像黑棋好稍好，感觉目数还不错吧，就是。我觉得像是动用大片招，我觉得像。这个片招倒不是吧？如果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应该是黑棋。这右边怎么收我是不知道啊，假设就收成实战这样。假设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局部应该是白棋还不错吧。黑棋吃过子儿其实目数并不多。而白棋外边铁厚啊，是吧？但是如果加上35、36的话，那黑棋还不错吧。35几乎没有用，黑棋36应该有一定价值吧。这儿招法反正也很多吧，一种是挡下来走，这样也可以吧。因为挡下来那个大飞交换觉得太亏了，那个大飞交换那个我觉得太亏了，交换。因为这时候黑棋如果跳这个断上来挺乱的吧，好像这个算不太清，这个挺乱的。这好像白棋也有点危险是吧？也就是黑棋顶断也是个下法吧。也是个下法。反正这里当然白棋就是这样走应该也能下。这样走应该也可以考虑的。实战当时黑觉得跳一个好像不太好办，那跳白就可能就这样靠着把这点垒，有可能就是放那个挖的手段。如果爬当然白棋也是有靠的手段吧，但这个被搬起来这断掉得看这对杀情况。这个搞不太清，好像白棋危险一些。我也可以先搬粘了以后再拖呀。5-7对4-7，哎呀，反正很乱吧，这算不清啊。作为白棋来说，这边是那边先交换几个，应该可以考虑的，是吧？确认交换得到吗？至于他搬断行不行再说。他没时间断这个吧，你这马上断的话，这个一弄，这个角黑棋就挺惨了。这个不三子头一出来，威力也大得惊人了。再就是就得计算这个断了。
再就是还可能冲下去黑胶崩溃，好像，也就是黑这个肯定得硬，那白棋再退是不是就来得及了呢？那上面还不够损的吗？你就飞一个也行。不损，局部不损呢，局部将来角还能点3-3呢。白棋外边非常厚啊。这个应该是黑棋亏吧，如果总是这样的话。因为黑棋右边明显亏了，右上角打个平手吧。这个就等于你小黑他小尖一个。右上角差不多吧，双方可以考虑靠一下。是实战这样，应该是黑棋稍好一些吧。但将来右边这个地方怎么收的，我就搞不清了。实战黑棋收的，这个。反正这么收，其实黑棋目前来说也没有太多，是吧？你没别的办法。行，一会儿摆到那儿再看吧。然后这儿白棋拆的挺老实的，就拆到这儿。我也不敢拆太远。这个也挺想拆远一些的吧。往这边拆是不是能考虑？那个三个右边那几个白子儿挺厚的吧？因为将来你还能接着压呀。感觉是不是拆远点会好一些呢？感觉拆这儿挺老实的。因为比较厚，所以白棋选择并。如果黑棋就简单跳的话，白棋这围的蛮大的。效率挺高的，所以可以先打入一个吧。白棋反正一下也吃不住黑棋，应该正常。这黑活棋应该是没问题。所以白棋走这个，那这两个交换黑棋，反正活是暂时活不了，反正先破些空吧。之后白双方就是白棋开始进攻黑棋，这时候当然白棋控肯定是没有黑棋多，所以只能靠进攻黑棋。这我也算不清啊，如果挡不知道会走什么，会走这种。这里不知道白棋要走什么，反正当时感觉下边薄。是想碰你那个，当时感觉下边薄就走这个了吧，但这个点一个应该算是白棋便宜吧，局部，然后走这个，走这个想并一下，但是白棋飞，黑棋挺难受的，这样感觉白棋方向至少还不错，因为白棋下边子活的嘛。回去单关连回去，貌似白棋不错吧？那就往这边走，这点黑棋不知道走啥。如果压过去，这个石空上也会被吃掉蛮多的。但是这样也是个下法，能换来至少黑棋比较安定。但那石个空点和上。那个并交换，是不是现在就有点不像话了？那个点和这个并交换。点和并，是啊，那是白棋便宜了呀。我早是这样吗？那个点和并是不是也太不像话了？这样的交换。但全局来看还算均衡吧。
这一带肯定是白棋便宜了，全局来看应该还是一盘棋，因为白棋这些也发挥不了啥作用了，基本上，反正就后薄发生变化了嘛，实控上白棋追上了，后薄上黑棋追上了，就是，既然这样呢，就是白棋就只能是攻击黑棋，开始黑棋还没感觉太大压力啊。后来走着走着，感觉黑棋越走越危险了。开始黑棋挺高兴的，白棋这样攻，白棋自己控也都没有了。但走着走着，感觉黑棋越来越危险，越来越危险。这我就算不清了，反正感觉走着走着越来越危险，就是。这个左边这头好像也不太容易走出来。下面呢，这个做眼好像也做不出来，是吧？这边好像也没发现一下能逃出去手，反正当时感觉挺危险的吧，算不清了，反正。然后小尖一个，白棋就没再吃了。白棋如果接着吃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你管了段也成先手啊，我得再补回。然后中央你粘，我粘，就我可能右边自己还会被杀之类的都有可能。这个如果脱先，这样活了。是有些危险，是吧？如果走这边，这个面临着这个是先手，然后这个粘是先手，白棋这几个危险，是吧？所以说白棋没敢吃，把这粘回去了。那早知道黑棋冲一个，黑棋因为算不清，没敢走，是吧？但是冲一个之后还能成立吗？这个，冲之后是不是也可以呢？这样就不一定吃得掉了，是吧？挺乱的是吧？这时候白棋粘回来，黑棋做活，这样算达成妥协了。这结果是全局差不多，感觉上。对，接着白棋就是没有走这儿，担心什么呢？担心黑进来啊。还是白棋有自己的判断呢。走那个侦探戏，你进来，即使不进来，也觉得似乎围得很不扎实。这角轻易不敢点，点的话右边官子会损。亏了很多，那官子亏了可能就十虽然走这个，走这个就是白棋也选择退让了。退让呢，黑棋当然肯定进不去了，就是在外面官子上能收一些。这几个交换差不多吧，大致如此。之后白棋搬的话，有可能遭到反扳。这个
反正有点乱吧，好像。这个可能不一定敢走，是吧？这时候如果搬砖呢？反正也挺乱的。你哭了吗？爸爸爸，这些人走。拐了断。嗯，这样有可能，有可能逃回去。不逃回去，你那死地活。反正还不一定敢搬那下，这个非常想搬，但是有点危险，嗯。这是巨大双线四目，嗯。然后搬砖这个，这个如果是先手也是巨大的一个关子了。这个大的不得了啊！这个有可能比那上面半盏大，是吧？如果说是这样，那黑棋就是意味着可能不用受气了。是啊。那得多十目棋呢？这先手十目十一三目左右。嗯，这个黑棋收不住这个空，走别的棋还有点危险，好像。嗯，那白棋就是走这儿呢？你拐打一个呢？粘上就行是吧？粘上就，哎，你拐打一个，我把你拔掉就行了。嗯，这样不行，嗯，确实差一口气。这半站也不小，这半站几乎也是双先。我这我还是先。嗯，白棋打基本也是先手吧。嗯，先不说死活，就那个，即便下手，先手拔掉也大得不得了了。这个就算吃不掉黑的，这来回欺负他几下，这也受不了啊，是吧？嗯，所以这个也巨大吧，白棋有机会应该走一下的，是吧？现在目前哪有比六个还大？但得算清楚能不能活。如果说黑棋活不了得粘的话，嗯。前面可能白棋确实腾不出手来，没法腾出手。这小尖有利有弊，嗯，就右边二路小尖先手没了，但是中间那黑子不好连回去了。走这儿挺客气，这个如果粘是不是能多围一点呢？这样能多一道一些吗？差不多。将来还得粘回去是吧？搬虎，黑棋搬粘，白棋粘，这一直没敢走是吧？不太敢。走完的话就是。稍稍有点薄。嗯，顶一个。后来下边这被搜刮挺惨。嗯，这儿后来白就亏了一些，一个是这搬砖没走着，就是从后来看这下边应该是亏了好多空的是吧？
一个是被白黑棋下手，被黑棋立到这个，这个力挺大的，这是逆收三目棋。然后这家白棋还没敢吃，怎么吃啊？请问？吃，关键吃和实战那样控可能差不多是吧？这样是六目棋，实战这样走也是六目，一样。这下边官子亏了不少，最后被欺负成六目棋了。然后左边挡还变成黑棋先手了，本来白棋爬是先手的，最后黑棋挡黑吃到这个局的。因为白棋粘黑棋还有点危险，好像还没完全活。但这个也是蛮大吧。多了几目棋，这时候白棋控就不太够了。开局这儿感觉可以考虑靠一下，开局稍亏了一点吧。之后拆，反正我还是倾向于拆远点儿。做完这个将来压，这压就没太大意义了。后来杀出来挺乱的，攻击过程中白棋有一些收获的。虽然黑棋活了，但白棋通过进攻把上面围住好多。黑棋有没有更好下法就不知道了，可是被攻的也挺危险的。反正就稀里糊涂就活了。然后，那从实战的判断来看，这差一路至少。差出去得接近十目棋了，可能这一路差不多得差十目棋吧。前提能围住情况下，再加上形势判断吧。从这儿从实战看，控还是有点危险的。这个退一路就是白棋少围一路，黑棋多围一路，就差了很多。这个半粘半的也挺大的。后来下边这儿白棋亏了一些官子。这个拐好像不一定比这吃这个大啊，好像吃这个更大是吧？吃这个能增加五六目呢，比那个拐大。但下边这个白棋亏的太多了。从后来看，从哪儿好像都比那儿粘上，可能都比那儿强是吧？这最后还差多少？等于撑一下之后又缩回去了，等于那个刚才的顶上当官了，反而撞自己气了。好，那看其他地方呢？拜拜。好。
是村长吗？